好冷哦，怎么那么吵？有他三颗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 CCP 宁钓魂，还拖一个，知道、哦。好了，很怕武汉肺炎呢。来，不要跑，你别害被抓走，我被通报到走。对啊，我们今天受邀请来到了嘉义的诸罗蠢鱼村，对对。今天是家家福办的比赛，邀请来当特别来宾。也算是很久没有钓管吃了，我们就回来体验一下。第一次的，对，南部第一次管。哎，南部第一次管，对对对。好了，那就。我想说一件事，天气预报骗人的。天气预报，今天好冷哦、喔，嘉义耶。还有我穿长袖，不要冷死。这个不是彩珍吗？要乱入。嗨，大家好， Hi. 我是彩珍。嗨，怎么这么巧？不巧，不巧，不巧，真的。这就是缘分嘛。开撩了，开撩了，开撩了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等活动开始喽。对。主办方办了一个小比赛啦，规定是只用他们公花的饵跟这个钩子，然后一个钓虾管那个公杆的概念，然后只能用咬钳，对，剩下的就是看技术了，好不好？然后我跟你讲，真的不行钓，退一个会去买香肠喂到大家。你知道我看到这个卷尾鳍我想干嘛吗？真的，要不要那个 Kina 白色的液体啊？你是看到这个要先闻一下。这个大三颗，这个没有入眼没关系，没有没有，要这样子，这个动作不行了，我被出征了，那个会被出征啊，不行了，我被出征了，干，哎、欸，要跟指示哦，这个是软动，本身是没有加味跟度，对，我们拓伟哥他有办法让他加盐，来，大家试试看怎么加盐，他裤子里面。这边有规划，就是这一区是自由区啊，对，然后那边是教学区。没错啊，那边有一个绳子，对，我们这边就是底下可以比赛的地方。比赛的准备十分钟。好，这样其实看蛮多标点的啦。他准备什么是只有钓十分钟的意思，还是？准备十分钟，等下开始十分钟开，然后我们准备够够。倒钩要压平，倒钩压平。就两只，等下用你的钢牙去把那只够吧，钩子倒钩压平吗？那是咬久的，好吧？然后在管池坐钓呢，导钩是必须压平的啦。压一下，平了。然后先把它勾好了，不然等一下放口袋会勾到自己。钓到自己。对啊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时候就要反其道而行，雷强杆就拿出来了。这才是你的带吗 ？Power Finesse 吗？对啊，木村赏抛我钓法。又要签吗？看相逢就是有一颗麦子。不要说对你不好。我们频道有订阅。有。那折价五块啦。五块算五块的。哈自己跑过去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来，继续找，自己找标点喽。自己找位置。标点，那边了。我还没拿杆呢。那边拿杆。标点的。好，比赛开始。哎，有咬讯吗？你要抄的、啊，对哈。那我刚才也是有那个感觉，都不像棒虫一样。有些棒虫也是没有泳姿的啦。看来有尾巴的。啊，拓伟哥，他正在等吃香肠了。他说英雄总是最后才登场。
现在有点冷清的吊框哦。后场没有人中鱼啦。水怪哦。看要不要拉到旁边一点，有没有好起的地方？小心哦，你这滚下去很好笑哦。我会先拍好再叫你上来。剩两分钟啊！你刚有有哎、欸。有哎、欸，它翻起来哎、欸，没咬到，你太急了，赶换我桶。不是因为我在晃，你知道吗？晃到一半的时候，一个送大家起来，两只爆呀！真的假的？有啊，刚刚一翻起来有一个那个一点点。不是因为我刚刚在晃，你在勾到那个树枝了，笑死你在那边，还在讲话，然后就那个。抖一下呢，我看到，就是他咬一下，绊一下，他没咬到。要全部来抢啊！当然呢、啊。偷买啊！受不了啊！钓场失忆，但肚子不能失忆啊！哎呦哦，哦，看起来不错呢。那再差一碗白饭。我看好香哦！早跟你讲要买了。打龟，上半场比赛打龟，怎么打龟？我肚子没打龟啊！我肚子没打龟啊！钓鱼都没那么有精神，吃的特别。对、啊，吃的超有精神的，感觉好吃。你是在把妹还是在钓鱼啊？我分享人生道理。人生道理。他刚刚真的跟我分享人生。哦，真的。真的人生一样。是不是？哇！没有在抽了。还有我的，妈的！引拔的啦。转过来，抢鱼啊！这个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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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指啊？鲈鱼指啊！鲈鱼指，你是没有在，你到底要怎样？手用鲈鱼指。终于了，这个鱼不是那么好中，对不对？好猛，厉害耶！哇！重点是他跟我借的，他没有带。干嘛这样子？所以。用别人的饵，对，比较对，用别人的饵比较容易中，没有，比较容易中。啊，什么？不要借我，不要借我。加油上！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这个太夸张了。耳环来了，别的比较好用。别的饵比较好用。你是不是这么爽？拉了啦，你这杆子 OK 的啦。提线提线，哇，第二条吧，轻啊轻啊轻下去啊。对，武汉肺炎了没有？
这是 Z-Man 那个、啊。对，哇。几克啊？我看一下。不知道哎、欸。哦，刚被我拉断了。他刚一摇起来，真的完全没有感觉，很懒啊。啊，终于他完全没录到。经过了无数次的脱钩。终于来了，有一条，可是身上伤蛮多的，寄生虫。状况不是很好，没关系。状况不是很好，拜拍一张照来。嗯。好，还是给他扔掉。十六号不是你？嗯？哎，要我？对啊，刚刚抽奖活动了，抽到这个鱼香的枪饼干，小右把我神之手抽到，但我觉得捐出去给钓友，他捐死弟子，哎，没有，那我要抽，捐出去给大家抽，再抽一下。好，现在呢就来公布一下我们这次抽奖活动的办法吧。那很感谢家家福钓具这次举办这个活动，我也很幸运抽到了这一把由鱼香提供的 Rainbow Bass 杆，它是一支7.3尺的 Bass 杆呐、啊，那它适用的克数呢是10到30克，那我就先把这个杆子呢先拆开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杆子呢，它的涂装其实蛮特别的，它是由橘色、红色、黑色建成。其实看起来蛮高级的那个设计哦。然后轮座这边也是用了金属的配件。那杆尾结呢是整只全红的，蛮漂亮的烤漆红色哦。好，大概介绍到这样了。OK 啊，那要怎么抽这只杆子呢？就在这部影片的底下留言，我爱 CZB 应景钓魂，这么简单就可以抽这只杆子哦。那么除了这个杆子以外呢，我再另外加码，就是这颗 Okuma 的全球限量1000颗的卷线器，就是在刚刚影片中我一直在使用那一颗卷线器。那么我这一颗呢，它上面是编号是29号，我自己的是184号，所以这个不是我用那一颗，这个是全新的29号，很前面的号码。好 ，Chroma。那么这颗卷线器，想要抽奖呢，那必须先达到一个条件，在我的这支影片下面留言数达到500折，500折留言之后，我就会抽出这个卷线器给下面留言的大家。好，那我都讲到这边来了，记得一定要努力分享这部影片，叫你的朋友一起来留言。啊，留言越多，抽奖的几率越来越大，全世界限量1000颗的卷线器哦，而且听说已经卖完了。好，所以我手上这颗稀有的编号29的 Chroma， 机会难得哦，一定要让我的留言冲破500折。OK， 那这次影片呢就到这边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那加入会员呢，就可以得到 CGB 专属的贴图以及 CGB 会员专属的贴文哦。好了，那就赶快订阅吧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都看到这边了，别忘了按下你的订阅键，订阅不用钱的啦。